一天卖2亿到底能挣多少钱？那我就正面回复大家，上一场我们总共卖了2.3亿，我们大概算过，抛开所有开支，我们大概挣了400多万。其实在开播之前我们就算过，如果我们卖到1.1亿左右，那我们就是亏的。因为上一场我们的成本很高，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运营福利加福袋加上投流，一共花了1000万出头。另外还有30%左右的产品是没有佣金的，70%左右是有佣金的。但是由于上一场卖的都是耳熟能详的牌子，所以佣金相对下来就比较低，综合下来大概有10%左右。1000多万全款，很多人说我不配，其实我也觉得自己不配，我也觉得我的努力好像跟收获不太匹配。网红真的很赚钱，有钱真的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个网红一个月赚几万几十万真的特别容易，我不想骗你们。